失踪昏的街头，抹去西山眼望故地仰望。不输阵呢日嚟香港开 show。除了准备广东歌给歌迷之外，还邀请了李玉玺做嘉宾， fans 都非常开心啊。但是没有 show 肌肉， fans 就有少少失望了。有啊，有露手臂，但还好。我露脸，脸的肌肉，脖子这边有一点，这边有一些肌肉。下次的机会。是有在健身，然后今天其实很可惜就是没有脱衣服，但是觉得还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瘦，对，所以就再练好一点给大家看，再练，继续练。最近在访问里面提到已经单身了八年，会不会都觉得有点 dry 啊？寂寞，习惯了，还好，觉得对，有缘才有，就是可以有对象的机会，所以还好。那现在有急着要找一个朋友吗？现在吗？现在其实还好，就是我还是一样，目前还是比较喜欢工作吧。唱歌表演，那觉得自己安心，可以照顾对象的时候就谈恋爱。有说喜欢哪一种类型吗？我这种类型。好了，你说，善良的，孝顺的。像玉玺这么可爱的，我很喜欢可爱的女生。会不会太可爱？有一点过分。